情况啊？哎，他为什么不卖啊？啥情况啊？这没什么情况，他野了一个 VF。哎，为什么不卖啊？ VF 是什么套路啊？野 VF 导弹车飙车，这怎么感觉像以前那个打得很快的那个导弹车的打法呀、啊？他还是那个开矿的。对，当时他不是叫藤原卫星的时候就靠这招吗？不是 Cure 在那边飙。哦，我看反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来看反了，看错了啊，看反了。我这两天就周末的时候去吃，不周末，周日的时候我去吃了个日料，肚子吃坏了。妈的，那个熬虾你妈猛吃，肚子吃坏了跟你妈的跟眼睛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他妈的肚子吃坏了拉肚子拉的头昏眼花的。哈哈，看起来这都能串起来啊。是的呀，那去妈猛吃了个熬虾，感觉妈爽的一逼，我吃了12条。然后你妈的就遭中了。哎，尽量搞啊，就利用这个前期这样的一个拖你时间，然后自己二矿也运营起来，这个战术还不错。这个战术其实看起来是一波的，其实它是运营的战术。我靠，哎呀，这个标的有点帅呀、啊，这都标死了两个。操作可以啊，吕布不是现在烦的一逼。好了，这炸出去了。终于解决了，终于炸出去了。这个坦克打导弹车还是随便打的？不是，我喜欢吃那个熬虾这些东西，然后那个九幺是喜欢吃海胆。不，我现在也不喜欢吃海胆。曾经，卖的什么在吃这种日。这种日料就自助日料的时候，九幺上去就16份海胆，15份，人都傻了。我在旁边看，他妈也不知道啥好吃的，在那里一个人在那里吃10几份海胆，吃4碟还是5碟，一共有很伤，难怪会痛风。所以他痛风是有道理的，没有自助的这种都是自助的，妈谁去点单点你妈10几份海胆，那不是弱智吗？孙哥，孙哥也不至于这样好吗？戳，现在我一般现在不如就已经戳在那里算了。我一般现在都不再去不去自助了，因为也吃不了多少东西，以前没有以前的那种拼的动力了。现在就吃个你妈精致点的这种，就点两个就好了，对，自己点就好了，对吧？比如说去吃个日料是吧？你来个私人拼盘，对吧？然后，妈的来个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，来个什么，不要像我泡菜锅啊，吃十几套虾的肯定还是要吃自助划算点。来个寿司，再来个什么来碗拉面，对吧？来个天妇罗，差不多了。这个开局开完 Q2 基地开的还是快很多啊。吕布三基地刚飞出去，有点晚。不过他们两个就是还是比中期用兵的，倒不是说开局怎么。对啊，日料里面你们觉得没有泡脚，但我们这种妈的去吃那种不是这种，就。很亲民的这种日料店嘛，就有泡菜锅了，好吗？什么锅？泡菜锅。泡菜锅是什么？我怎么没吃过？哎，泡菜猪肉锅呀，还可以啊，味道。没吃过。有一次法人带我去吃了一个，还蛮高级的，就那种要按那种什么顺序上菜的。他妈的！就有一个人一直在你面前帮你做，然后按顺序上菜。没什么好吃，我从来没去过这种，妈法人找得到 OK， 我找不到，就是啊，法人带我去的，啊，最后他还把单买了，爽的一逼。我也不知道那天法人为什么对我那么好。是你妈的，是 Eric 带你们去的，他妈在说了，是我带哥带你们去的。
不是啊，是法人，就我们两个人去掉有一次。哦，那 Eric 带我们带你们去过一次。哦，好像是，好像是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，有一天跟我说他哥带你去吃个好的，然后我说哎你妈的，然后跟着他去了，啊，吃完了，本来我想他是不是想让我把单买了，然后他自己把单买了就走了。网红店？什么网红店吗？ Eric 还是蛮 Eric 还是找得到的，这种对，他吃这件事情他是蛮那个的。法人做了亏心事，也有可能吧，可能要让我做什么事儿，估计是，但也没有呀，没感觉他让我做什么事儿啊，是不是他最近有什么单子想让我们接，然后觉得我们不想接，想对我们好一点？哼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好了 ，Q 这个在这现在这个局面下来说的 ，Q 还是比较主动的一个局面，自己的这个兵力相当多啊，吕布这一波不好挡。三矿如果被加飞的话，说明前期还是亏了一些。对，三矿如果被加飞就打不 了。三个地坦克不一定守得住啊，这个地方。对，有渡鸦，他真的要死人啊，要死人的。好了，架吕布位置很遭中了，真的遭中啊，这个地方。哎，还好没有坦克没有往前带架，还好，我要 Q 尔这个坦克架的保守了一点，对，要是再上去一点的话，就真的架得到基地了。不，你至少架在那个能够打到基地那个地方就好了。只要架得到基地，吕布就遭中了。对，但 Q 尔现在还是一坨的出来呀，你还是不好打。他现在先架你个气矿嘛，这个位置。嗯，也行吧。他后面又有一坨兵出来。哎，能打到，我感觉好打到了。两个人最坏，啊，他炸得到你气矿，但左边又来了呀！现在人头领先很多。对啊，左边又来了，吕布基地要被秒。基地没了，基地没了。吕布这盘输了，这基地秒了肯定。头脸，那过了吧？这个有点过。这头脸是不是过了吧？走了，错了啊！哎，不过他也换取时间了，两边头都家里面，对，兵比你多，说明脸被占了，输了吕布。就前期的劣势，然后 Q 就打了一拳，冲这个位置太难受了，就下面这个坦克输出爽的一逼。GG，妈的，这种中了战术了，开局。这吕布最近在搞毛啊？是不是在打撸啊撸啊？不知道呀。要让大鸟去鞭策他一下他呀？又要降工资吗？对呀，他这不打吗？又要降他工资了，我靠！降了他又努力。Q 又赢了。赢的呀，这么屌啊！我们这边那么牛逼吗？才一盘，才一盘，你妈的，你给我闭嘴！不要你妈的，不要来刺激这肾亏，狗逼！韭菜，你先去组织一下，你们今天如果再输就0-2了，波三就打完了。伟大的吕布一盘，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靠，妈的阴阳人，我靠！不是，你赶紧去组织一下。今天我去组织一下，好不好？不，李培南还在打比赛，你等他打完。你让摩摩赛的组织啊，摩摩赛的跟他们也认识的。好，对吧？李平南还在打比赛，过一会儿李平南玩到刚好，我们今天把恩恩怨怨都结了。我觉得这个恩怨可能会不，我旧的恩怨还没去，新的恩怨已经来了。我们把昨天的恩怨先结了啊。恩怨，妈的，哪来那么多恩怨？今天那个来的，今天圣龟跑过来又要进医院的，气死了。今天朗杰罗布来的啊，朗杰罗布就踢压不上了嘛，今天踢压不上。因为朗杰罗布没有踢压强，这个倒是实话。但是呢，他的我们本来阵容里面就没有说有踢压，对啊，只是因为朗杰罗布没来，他只能妈的踢压顶。但昨天他妈踢压顶了，我们都那么难，我靠！李老八进决赛了，野兵了，李老八有点东西啊。嗯，野兵营这 Q 二打得很拼啊，今天是那个吧，就是两外面有个兵营，家里面有个兵营吧。不，这现在套路吗？野兵的套路很多，他刚才是野兵营，然后出一个坦克，两个死神，然后然后再出导弹车。那这个图野这个位置就很像那个呀，就是两个兵营，然后死神打一波的。但他并没有两兵营啊，
那再下一个呗。哦，两气，他又是单控。两气不可能。对。他们说 TR 不怎么强 ，TR 打的还可以啊，昨天。TR 很强 ，TR， 你们觉得 TR 不强 ？TR 很强。对啊。TR 可能是我们里面最强的一个了，他估计有2000分。那我强不强呢？你还可以，你还可以，昨天你打的还可以。对你昨天的表现，不愧是五步蛇。但我跟你们说，昨天你们不要看我这个各种 MVP 啊，其实最后一盘主要还是孙哥这个枪发的好啊。我本来你给老子闭嘴！我本来只想要一把 AK 的，然后孙哥刷的一下给了我把狙，如果没有这把狙，我也完成不了昨天的那个四杀。你给老子闭嘴！这种深藏功与名的事情，我必须要说出来。我不说的话，你们对孙哥都有误解。你给老子闭嘴！你妈的，老子不是军火库。关键先生，你妈个鸡！老子他妈砍死你们这种关键先生，我他妈不要当。你妈的！这个光头一波，我家里面也有 VF， 这光头也是去下一下。感谢狗哥的这个幸福摩天轮啊！感谢狗哥，感谢狗哥啊！彩虹摩天轮，妈说错了。这啊，以前他有幸福摩，以前是幸福摩天轮。对的。野光头，这个吕布不会没了吧？不，他野这个他的光头野的只是来骗你的，他其实不是野光头。但是很也很凶啊！这个打你两个房子你不伤吗？打不到要干嘛？干嘛？我有修的吗？老子是吕布。好了，起个宝。他主要是后面的。又来拖你，又来拖你。最近 Q 二对 TVT 是不是有点什么新的礼物嘛？哎，吕布的这个套路被 Q 二完爆啊！哎，你这个解放者过去刚好别人飙车飙死你，飙车飙起来，然后二矿也开了。看他线了，看他线了，又去不了了。感谢求奶，我追不到咖啡姐姐的一个飞机啊！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。好了，这个解放者会看到他岂不是刚刚好？嗯，这有什么好加的吗？这吕布搞得被很烦，现在。导弹已经在家里面等你了。嗯，差不多我就卖掉嘛，反正差不多了，回事了，差不多。再打一把，他还想去换个坦克吗？难道？退了，退了，退了，退了。但这个好像慢了点。哼，狗逼，这就是贱，好不好？这就是贱，对不对嘛？其实本来他早一下退就直接就退掉了。早点退也没什么事儿，亏了75块钱。吕布战斗人口还是高不少的，但是 Q 二的二矿开起来了呀。不，你根本就推不进去。现在他有飙车，有那个导弹车的攻击加成，你只要过来，我就这地图之间稍微飙一下，你就没威力了。感觉吕布是要直接两坦克架在你脸上，两坦克直接走一波，两船兵，两个坦克一船兵到你家，打个双线感觉是。走的同时在双线解放者，这是对的，其实。嗯。从运营的角度来说，现在这个吕布还是挺亏的。Q 二这个运营太快了，三基地也放下去了。
直接投加，直接投来，啊，锁一个，锁，掉一个，掉运输机。那有没有锁掉坦克？这个也没啥。他有一个锁，一个有女妖，这挡肯定是挡得住，就看损失多大了。对，他丢炮台吗？还是丢炮台？丢炮台，直接丢一个炮台，丢到正中间。啊，你丢两个。对啊，这炮台下去怎么都守得住，就看损失有多大。哎，女妖稍微失误了一点。这炮台点坦克很舒服呀。好了，走了，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就这两吗？痛痛痛痛痛痛！我靠！痛，这个身体输出还是痛啊？真的输出打那个运输机也四下，很快打了。也不通过刚才那波空投是扳回了一点，但是这个局面依然不能大意啊。嗯，啊，李平南已经软哥大挪克了，要夺冠了吗？他可以啊，宣布一下呀、啊。算了，上次你宣布他2-0领先的时候宣布，那今天你2-0的时候再宣布一下，你要证明自己啊，孙哥。不，算了，原台首先不可能2-0领先，飞出去。哎呦，两把雷达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女儿也不亏了。可以，两把雷达就不亏了。吕布现在是优势啊，他刚才这波空投带解放者的确是影响了这 Q 的运营。对。包括现在的攻防，然后针盾，一切都是优势。但 Q 也是出了名的很能憋的选手，这个局面你要说一定能赢嘛，我觉得也不好说。李佩南真不错，阴阳怪气，我靠。 Q 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没那么好打，三矿开不起来。对，吕布人口高很多啊，现在女妖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，这 Q 难打了。再运过来，那这个局面，这 Q 不用开矿了，去别的地方开了。对，他只能去别的地方开。那很难受啊，这个吕布现在优势的情况下，来接，那么接一串，一、二、有反应的呀，谁接谁还不知道呢。是，截了一波，就换一个嘛。他看着你上面的这个地方，吕布太好推了，这个。嗯。他本身兵就比你多，推你脸你没办法挡。开这个位置直接就推到脸上了，已经开始推了。好了，下面先架一个，然后投加。光线呀，你没办法呀，这个。对，你能怎么办？感觉没了，1-1了。坦克点掉吗？没点掉，可惜了。我也没什么关系，下面有两个坦克在那里。主要你三矿这边如果被打飞，那 Q 就直接可以退了。三矿马上来了呀，你怎么守啊？你守卫难顾。这不就是上一盘这种局面吗？对。你的兵只能守一面。他们两个人前期谁占到优势谁就赢。对。这守不住的呀，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守得住？退了呀。秒基地了，他开始。其实没有必要秒基地，直接打那个。无所谓，这、啊、随便打。雨要给你点了。坦克给你打了，他有光头的，随便打。后面又来了一坨兵，真的随便打。下面也推了，哎呦，没了呀。多少精力了？三矿没了。Q 二守的太辛苦了，自己了。又是那一下，第一波空投搞乱了节奏。对。其他都还好，前期这个光头其实我还觉得 Q 是赚的，嗯，对啊，在经济上还是赚的，对。不，我们这个
斗鱼杯不能开小窗口看 time 的，这个还是比较正式的比赛啊，这个不能搞这个事。这没办法啊，兄弟，这个。他们已经死了，他们趁哼。哎，希望他能夺冠吧，他如果夺冠的话也算是国内第一个拿在欧联盟拿个冠军的人，联赛虽然钱不多但意义很重大。嗯，感觉他打荣冈罗克差不多是，嗯，差不多，他们两个实力差不多。再说我们看了泰姆人，泰姆人就没了，还别看了啊，死亡凝视不太好。哼，要我宣布吗？你宣布呀。算了，你妈个鸡，待会儿又输了，又来麦来赖我，我靠，妈个鸡，妈老子一句话就能够把李平台说输，那你妈来打毛？哼。对不对？那么李平台就不用努力了，他直接以后就妈直接就听我能不能那个了。妈的，我说他输他就赢，我说他赢他就输，那妈李平台不是无敌了？我不是无敌了？我不宣布，宣布个蛋！1-1啊！就他们两个其实很有可能会打一个就是这种就突然死亡这种战术，前面两盘 Q 都放了战术之后，第三盘可能吕布会放战术。对，感谢裘老先来我不被录取的一个飞机啊，感谢兄弟。Q 二，你妈的，哎，这个现阶段来说，人族 TVZ 在都不行的情况下，妈的，谁才是泰伦之光？你们不用想李佩南，李佩南绝对不是泰伦之光。全太阳啊 ，Last Terran 好吗？妈 ，Last Terran 不是马路吗？现在已经是全太阳了。那么快就改了，全太阳，你想想 ，Jesse 上一次也是他夺冠，这一次又是他最后一个在那里。嗯，关键他还是个解说。他的解说真的有点打脸啊，打这个，有点打这些选手们的脸。全太阳，哎。不，他其实就也就是 GSL 的时候他才去解说，他一般平常又不解说的，他平常跟选手有什么区别了？这怎么叫打脸呢、啊？对不对？不，历史上只有一个解说，就只有他拿过冠军。哪个解说还能拿冠军？不，他不能算解说呀。他怎么不算解说吗？他不能算这种全职解说，他怎么？他就是全职解说呀、啊。他不是 GSL 有 GSL 他都在解说吗？你觉得他解说，他不可能解说就我到比赛我就去说两句，不可能的，他肯定也要准备很多东西的呀。这个他肯定当事儿来做的呀。是吗？倒是。肯定是这样的呀。大雨神也是后面才去的呀。英匪还当过解说，这妈的我也当过解说呀。选手去当嘉宾不算的，对不对嘛？当嘉宾不算的，我的意思就是全那样是全职解说。魔术呀，英匪特短都是、啊、他们做全职解说或者做全职主播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是那种
英飞其实他们现在算全职主播了，已经算选手，偶尔的也打打比赛，也能够拿那个拿名次，那说明魔兽新人也少呀，一个道理，对吧？你新人多，如果竞争力强，这个这都小年轻人都在猛练，那英飞他们绝对拿不到冠军的。不，英飞他们就到现在为止，好像也没有人能够撼动什么英飞，那就没新人呀。是不是嘛？吕布探路了，这盘探路看一下。魔兽没信任，魔兽哪来信任嘛？魔兽120也打了很多年的呀。那你说什么？这个，上次我听的看那个采访，什么林呱呱，妈打了十几年才打成职业选手。汉堡哥哥11年就开始打 NS。汉堡哥哥是11年就是打职业的，他打了快10年了，怎么会是新人呢？彩色也很多年了吧？我打了十，我现在是职业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不，这个游戏不是黄金期那么多年轻选手。你想，如果还是07、06年的那个样子，有那么多年轻选手在竞争的时候，英飞他们早就被淘汰掉了。玉米口新人吗？玉米口新个毛新人？玉米口新啥人啊？是不是吗？极限喵花，那极限喵花的确是新人，但是他妈打不出来啊。我们说的新人是要能够打得出来的，你妈那才叫新人，打不出来的算个毛新人。而且年纪小那种，竞争大，年纪小都在猛练才有可能。现在国内魔兽星际啊这些，其实就哎说白了，就除了王者荣耀，对吧？然后那个什么英雄联盟，王者荣耀现在我都不知道新人多不多了，反正英雄联盟这个新人是比较多的，王者荣耀应该也有，因为他这个职业体系还可以，嗯，对吧？这两个游戏可能以后什么和平精英啊这些可能会有点人，有点新人。这个其他项目，你说 PUBG 现在有新人吗？也没啥新人的，该练的都练出来了，练不出来都转行打网络。守望也没新人了，没新人、哎、这 Q 二还挺难受的，这件难受啊，这个被占的便宜。我都来走，不过还好、哎、对还好。李少2-0呢、啊，可以啊，李少，宣布啊，赶紧宣布啊！魔兽3大帝，你妈也是个老逼、啊，没听过，也是个老逼。宣布啊，快点！我不会宣布的。哎呀，我来宣布！别宣布了，你妈待会又节奏飞起来，妈个鸡，有什么好宣布的吗？我操！李佩南夺冠了。2-0，哎，他作为一个圣斗士、啊，怎么可能在同一个这种2-0领先情况下被连翻三盘？跟我没关系啊，黄哥宣布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宣布夺冠了、嗯。啊，有问题你们去找黄哥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哼，妈个鸡的！不过他今天如果夺冠的话，他的确待会儿妈心情大好。哎呀，一会儿他要只要夺冠，他就会自动出现在这个直播间里面，他会问的。喂，喂，哎，你们比赛怎么还没打完呢？然后我们说是，然后我们就将不知道嘛。我们说，哎，啥情况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喂，我就跟你说，又是那个，你们觉得 Rocket 诺克打得怎么样啊？他不会问那么傻逼的问题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在播别的比赛，没有看他的。没有看他的、啊，那他会怎么问嘛？你猜他？喂，不提。哎，最近我天天输惨呐、啊，今天下午又输了200分、哎，他肯定要这么说。哎，还好有那个，哎，在墙穿了，不过穿进了一个包围圈，谁吃谁还不知道呢，我觉得亏了呀，这个才杀两个农民。不是，他算我跟你说是这样的，就是。火车这个单位你烧神族烧虫族都是两下、就三个火车一下，但是呢烧人族三个火车要两下。不，他那么多火车进去都是一下就秒了，只是他没想到那个路口还有一波机枪。哎呀，他真的会进来问的呀，他会进来先跟你聊，他下午天敌输了200分，然后把这个强行把这个事情扯到他打星际上面。我不会让他聊的，我会跟我们不要理他啊，别理他。我会只回他一句哦，不，我们就跟他说赶紧打 CS， 别废话，他肯定憋不住的。
好，就那么定了啊，等会。对啊，我们让他去找人，他肯定憋不住最后。什么？李佩南电脑已经崩了？啊？啊？好了，这边空投过来了。哎，这个能，这个你烧你随便烧、啊。这个但也烦也烦，烦归烦，但无所谓，主要还是那两船兵。对，主要是那两船兵，这两船兵只要架住位置了，两船兵，两船兵带个渡鸦，只要架住位置了，打掉。哎呦，这出门，这两个兵可能没了呀，攻防没了。兵不是很多，他可以强行拖。强吃压力很大的。好了呀，加个速直接进去，直接投呀！哦，他投主矿，那么、啊、其实没必要，我觉得。其实打 P 可能好一点吧。对。哎，不过也行吧，这个位置。我靠，他不是要打主矿，他是你把主矿分矿他都要。这个也太贪了。点两个。这个有点太贪了，你们。我靠，这个锁得很及时啊！你是不是有点太贪了嘛？是有点贪，不过还好杀十一个农民。对，也算是打的东西，有点太贪了。嗯。我还以为他架到了一个坑里面去，这波农民还打到了。怎么办？再投，吕布他妈更无限在那边投，投到底啊！但圈已经画好了，不是那么好投了。对。不过呢，这个 Q 的他的这个圈画的还是挺到位的，你不管从哪边投，他都能够看得到。对，有感觉哦，刚才有感觉好像是看到了，这种看到了吧？哎，吕布啊，他不管，第一时间拖农民，拖得相当好。这边扔个炮台。但是没坦克啊！啊，你们又死惨了。一还好，一攻一防好了，一攻一防好了，至少。这坦克站不住。哎，没秒坦克吗？打不到吧？那刚才这个坦克怎么捡取？哎，走了。刚才那个坦克捡取是可能刚好一个枪兵走到旁边，然后中了一炮，对，然后误伤到坦克了，可能这样子。有可能。你妈的，波流呢？他妈各种空投。不行吗？行倒行，只是有点太拼了。这波如果投主矿投成功的话，那 Q 就有点顶不住了。对 ，Q 要换家了，这局面要换家了。换家很猛，有两个带两个渡鸦的，吕布有应对，看到了，那怎么来防？第一时间拖农民，就直接投了，不管了。不管呀，直接投出兵点，千万不要投三矿。对，就但守出兵点的呀，啊、也行，那只能投三矿了。自己四矿不要了，这个矿肯定要掉，这个三矿肯定要掉。自己四矿不要了，吕布。这边你打不进去 啊，感觉打不进去、啊。哎呦，渡鸦被秒了，但坦克被锁了。但没关系，我没比你少多少，来嘛。这个换对不对嘛？不怕啊，不怕。换嘛，换完之后也差不多了，大家。关键他后面坦克也加好了。没了 ，Q 没了。吕布还是稳嘛，这盘。吕布还是有点实力的，我对。还是每当妈黄哥要谈论妈给吕布降工资的时候，他就站起来了，对吧？对，逃过一劫。妈的，工资不能降，反正你妈你要降工资，我就打得好，我就打你们的脸。恨你妈！是不是？每次都是这样的，你们觉得要降工资了，我就练一下。这把吕布应该没有问题了，应该能拿下。就是很伤，主要很伤。对。啊、这种投下来虽然兵不多，但很烦，也不是说参你哪里，就在那边搞你，你也很烦。你还敢打吗 ？Q 儿不敢打吧？
这个已经没得打了 Q 二，你只能强行上啊。阵型拉的还不错，说实话。大家换呗，这种局面就是我再来。这是有点过了吧，再来。这个那么多机枪，这投下去。不要骗自己啊！他妈的，一直在那里晃，他准备要合兵呢。对，先把这个房子打了，倒是真的。合一波兵。Q 二现在只要丢一个阵地，他就输了。对，现在他这边绕着圈过去的，看不到。对，一个阵地他就好了，看到了，两边一起动，看到了。嗯。一针这边强势坦克，但是还是很伤，坦克还打了一炮出来，吃掉了。哟，两边都防住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个分兵分的好啊，两边都防住了。你不打的有点冲动，对，他没想到对面好好的，两边防的那么好，你就好好打阵地战，你有解放者，你慌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有解放者的要去打多线。就解放者就慢慢架，对吧？慢慢架。你有制空，有解放者，慢慢架上去，只要架到阵地战就好了。对。Q 二那么有自信啊，直接上了。这个，这啥意思啊 ？Q 二来了呀，干嘛？啊，这翻呢？吕布难道被翻盘？这 Q 二这边有那么夸张吗？这啥意思啊？这没道理啊，吕布四框一直在对啊，兵力人口都差不多啊，为什么被一拳推出来了嘛？经济上来说吕布现在还是领先的呀，但是这波兵好像感觉吕布有点打不动，有点打不过这个 Q 二，坦克有点多。哎，不会吧，真感觉架到位置了，这位置有点难受了，要架到基地了。有解放者，有解放者，有解放者，可以过这个坦克阵。两个人竟然打成了一个拉锯战，这没想到啊，吕布这个两线送了一波，真是没想到。 Q 二三攻了，吕布三攻三防马上好，问题也不大。吕布 马上三攻三防，不着急啊，问题也不大，这两个解放者还是挺关键的。干嘛秒这个解放者说的吧？哎呦！现在吕布最大的问题是，哎，没事，他可以架呀，干嘛？我可以架的呀，干嘛？怎么架得过去？你又没有制空，对不对？你这只要秒不掉这个行星要塞，我坦克往前架一格，然后我的那个解放者往前架一格就可以了。是的呀，你不可能冲过这个解放者的呀。这吃坦克也挺舒服的。吕布还是把这个局面稳下来了。稳住了，稳住了，稳住了。Q 二这口气拿不下来，就要被吕布反扑了。对，稳住了啊！主要是制空的问题，现在 Q 二没有制空，纯地面。Q 二还等你出门要换家呀？哎，看到了，我靠！哇靠，这个看到太重要了，回救！第一时间修，第一时间修。哎，他不投，他投二矿。投这里，投二矿，有坦克等着你哦，拖农民可以，解放者架起来。我感觉 Q 二可能要遭动这波，把自己投死了这波。三个解放者一架，真把自己投死了。
你在这儿，你在这儿投也没用啊，没有意义这个地方投。好，左边再推一坨，左边这坨兵有点厚，但你也就拆边框嘛，你左边。我现在拆边框还是很有威力的。你想，吕布现在一共也就四个框，对吧 ？Q 现在有五个框。现在 Q 就要拖住吕布，不跟他打正面，强行加。他吃啊，他吃。哎呦，这个吃的舒服。好了，吕布现在要主动了，他不能再被动的防守了。在 Q 换加，换吧，这波就换了，这波回救不了了，换了。第一时间不打星耀赛啊，星耀赛如果一打的话，哎、没有反应了。吕布应该去守主守入口的呀，现在被先出手换，不好说啊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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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看吕布自己这波兵能够怎么换了。对啊，我说被先出手换，别人先守住入口，你不好说啊。吕布如果坦克刚才是守的是主矿出兵点，那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解放者往前架呀、啊，这时候就看你的推的速度了。其实正面 Q 了没多少兵的。哎，那没事没事没事，收收收收就冲，收就冲上去秒坦克，然后再说一说继续的解放者架。现在这个解放者很关键，围巾只有一架，解放者被秒了一个。但感觉再这样打下去，可能拖不进去了呀！你死了呀 ！Q 二有156人口哎！妈，这 Q 二那么强啊 ！Q 二这换家换的好啊！对，一直换，一直换。大局观非常好，刚才。不，哎，今天真的要那个啦？什么？白门楼啦！哼！真的今天要白门楼了，我靠！哎，这个有得必有失啊。吕布的实力换来李佩南的夺冠还是值得的。怎么 Q 又赢了？哼，还是值得的啊！对不对嘛？那肯定李佩南夺冠比吕布晋级要重要的呀。那为什么要献祭吕布呢？虽然说是你说的没错，但是吕布我……啊，也跟你说，有得必有失。有得必有失，你妈了个鸡！好啊，以后每天都献祭吕布啊！大家你记得不要给吕布去捡公子啊，就要这样养着他啊！大娘加油！好了，我们要稍微等待一下啊，等他们第四场比赛，差不多我要把这个局这个先封盘封了。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吧。妈的，狗逼吕布想野兵营去的，我靠！被看到了呀，那怎么办嘛？那两个人都像野兵，你们看他两个农民都是往前走了之后，第二个农民都往前走了之后再回来的，狗逼两个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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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了啊！拿水去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本来两个人其实都是想野兵赢的，但是呢现在这个局面来说的话，反正都一样，开局大家都一样，没区别。这两个人 TPT 实力其实伯仲之间。 Q 呢打得更厚实一点，吕布呢打得更灵动一点，但你要说哪种风格好呢，这个我觉得也要看对手不一样，你的这个风格可能就不一样。说白了，就风格是有相克的说法的。
这边出现了一些分歧啊，开局上吕布是直接是两气，然后拍了科技，就是升了升这个开了二矿，但这样的话吕布在前期会有一个先手，他这个先手、哎啊、他这个先手就是呢他的科技、啊、李平南3-0夺冠了，嗯，恭喜李平南了，可以哦，嗯，不容易不容易，这也是中国选手第一个在欧力莫夺冠吧，7-8年呢，你不要这么说，他妈的奥利姆开赛到现在就没有中国人夺过冠、啊、那就对啊，就7-8年嘛，第一次嘛，我说的对啊，奥利姆奥利姆就是那个周赛那个，但 这次韩国选手挺多的，他这次是赢了大可，赢了 Rangan诺克，然后夺得冠，赢了 Hurricane 嘛，赢了三个韩国追逐，不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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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马上来了，别别别，我们不要说。他马上来了，他马上来了，不理他啊！我们解说比赛啊，好好看吕布的比赛，吕布要挂了，嗯、好好看比赛啊！这边感觉没什么机会，虽然占了一个科技的一个优势，但是找不到任何机会。嗯。看啥东西啊，这在告诉我们是斗鱼杯吗？我们观众其实都知道是斗鱼杯、嗯、大家同一口径啊，不要慌、嗯、女妖 Q 是一直在防，两人其实都差不多，这盘打的都非常求稳，哎，没什么太多。好了，先进攻了吕布。嗯，不，上一盘 Q 轮翻回来真的很厉害。对、啊。那双线防守做得非常漂亮。这种打了后世的选手，其实就是在这种防守的时候还是挺就打不死，你就感觉。对。先烧一波。好，这边再来，但没有机会。锁运输机，两个人操作都不错啊。走，走了，拜拜。看到你这三矿，对，看到三矿了，对，吕布就可以了，其实。那吕布感觉要推啊，他。对，吕布是要进攻的。这个不是让你三矿看那么舒服的呀？嗯，我都看到了，对吧？女妖切进来，这个女妖应该没有隐形的吧？应该没有隐形，有隐形的女妖是不可能只出一个的。她这个投，她这样的投入的话，肯定是不只出一个。但没有隐形的女妖还是可以搞到农民。啊，吕布运气有点背呀、啊，刚好到门口，然后对方女妖来了。杀了四个农民，好像没太多的一个，但这里可以蹭到你的，好像蹭得到兵营啊，蹭不到吧？要进去才蹭得到吧？蹭到了吗？就哦，蹭到了，只要蹭到兵营就行了。这个位置价值还是挺恶心的。对，很难受啊！现在 Q 二，对，但被架在这个地方。不过吕布也没有办法在我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他换一个，他舍不得这个双倍吗？哼，他强行修两个那个出来，他肯定要舍，对。强行修两造两个围巾，然后直接坦克往前一架，他要守，感觉守得住啊。嗯，干嘛？我直接打你，知道他要来了。对，我直接打正面去了呀，干嘛？
围进来了，支空架住。好了，这边要找机会，你这边不赶紧走，对，就这个时候，赶紧走。兴奋剂蛮好，哎，这有兴奋剂不好说啊。锁了呗，哎呀，吕布遭中，哎呦，完了，吕布主力全倒了，爆炸！这两个渡鸦是埋伏了好久啊。这就是 cure 吗？大家三阵地同时开起来，但是吕布正面现在没有渡鸦呀。这就是 cure 吗？我要封盘了，兄弟们，最后给你们十秒钟时间。机器倒不至于，但是很烈。哎呀，这个真的好惨啊！现在就这两个渡鸦 Q 二可以随时。还有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封盘。297万对264万啊！嗯。这吕布就投一波换个家。这吕布跟 Q 打就给我感觉就打的就很那个，就打的。这波投的还可以，这波。就打得很飘逸。这波双线打的还可以，节奏起来了，吕布，节奏起来了还可以，好像把渡鸦也吃了。哎，俩攻防还可以啊，这个位置。你们说了半天，吕布要翻了，就是没兵了。对啊，要翻了，两个渡鸦也打了，攻防也打了。拖农民，最后拖农民，守应该能守下来，但是很伤。这守下来也要挂了呀。有点伤的，还行吧，还行。那 Q 二这攻防没了，太伤了。装。反手点导弹车，打回来吕布。嗯，本来，他这个攻防刚才是升好了，应该是。对。升好了，所以他现在有一攻一防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我再造两个 B 再升就好了嘛？我现在攻防还是领先的，打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。妈 Q 这个内力真的深厚啊！差不多了呀，这个局面。这两个渡鸦打掉太重要了。渡鸦打掉之后，你导致 Q 的科技优势没了。嗯。而且还打掉了攻防。本身有了两个渡鸦 ，Q 是随时可以开战的。哦，盾牌还没好。Q 真的科技落后蛮多的。这个局面其实 Q 慢慢的把自己现在又运营回来了，对，慢慢打吧，就是对，慢慢打的。Q 应该是忘记了，我感觉是。刚才不是，刚才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盾牌，所以说 Q 的兵有点担不住 ，A 不过嘛，就应该是忘记盾牌了。攻防没打掉吗？攻防不是刚打掉了一个一防吗？不，他是这样的，升好了之后两个 B 都打被打掉了，嗯，是升好了再被打掉的。哦，那是我看歪了，看歪了。那哎，不然怎么办？不然你妈没升好之后被打掉了，他怎么可能现在有一攻一防那么快？他可能难道说他两攻两防没升好呢？不可能那么快的呀。我记得他好像是只升了一攻，刚刚一升的好像是被打掉了，一攻一防升的。那是 Q， 这难道吕布有一攻？可能看反啊，可能我吕布是有一攻啊。可能我看反了，吕布这个人口突然一下被拉开了。占的人口少10，但在开 TVT 里面少10，你主要还是看开战。不，现在其实就看谁比较主动了。Q 现在其实是有这个能力、哦，那我看反去压的，我看反，你绝壁看看，吕布坦克不少啊，7个坦克。看用兵吧，这个地方。有围巾制空，7个坦克有围巾。
Cure 坦克也不少，六个坦克，但这个滞空让 Cure 会很头痛。对 ，Cure 像宝了吗？感觉啊。哎，这带解放者很烦啊！这个带解放者 ，Cure 又换家，撤你妈！他是要包还是要换家啊？这他干嘛？他换家吧？先借后援，反正。但你没有制空，你这个阵地站不住啊！是的，你只能往后退啊！换不动啊！他这个换家怎么换得动啊？这换不要了，这换没了，他只能换家。换家，但是吕布家里面好像真的、啊、换得动、啊。要包！绕出来要包这波，这怎么包？这包个头啊！我靠！输了就是要被架死了，这么讲。往前再架一步，在这个地方你就恶心你啦！我直接架上去啊！哎，这就别送啊！这个直接架上去有点过、哎，没必要啊！下面有坦克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这把自己送回来了，这啥意思啊？吕布，那个位置架的不挺好的吗？架了之后，后面后续兵来了，你就慢慢的兵包掉，慢慢解放者往前推不就完了吗？妈的没看懂。没看懂。不还是优势很大现在。啊，四光打掉。他只要有解放者制空往前加就完了。修呀 ,Q 来干嘛修呀。退了。这三船兵掉了太伤了。就一层一层往前加就好了呀，解放者往前加。基地也掉了，他的最后那段时间在干嘛？估计乱了。压力巨大。乱了。好了，这只能收了，这坦克一收他就冲了。GG了。我靠，GG。2-2，这翻回来了呀，吕布。这你妈！他绝壁乱了，我告诉你，绝壁乱了那个时候。你看，运输机也不操作，然后。基地也被烧爆了，对吧？什么都没做。我觉得有人要野兵营，对吧？感谢 Eric 的一个火箭啊！感谢 Eric。感谢 Eric 啊 ！Eric， 你妈难道是吕布的粉丝？我靠！可能是吧。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。让他们去摇人啊 ！Set 去摇人啊！这个不是在我们频道里面吗？摇了，他们已经开始练习了。啊？什么？他们已经开始练习了？就昨天输得很不开心 是吧？你说的没错，他们已经练了好久了。他们兵今天势必要干死我们。他们还是昨天那五个人吗？对啊。哦。哼。太他妈功利了，已经开始练习了，你敢说？我们今天。最后一场啊，黄金之柱可能会有野兵营，有黄金之柱这张图是可以野兵营的。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，妈的，今天的比赛真的打得真的扑朔迷离，看到今天全最后一盘要有一个惨案，现在买成什么样了吗？200多万，就是300万，对，差不多呀，还好呀，差不多，比昨天 Zero 这个好多了。啊，废话，你妈 Sarah， 我们妈如果弄错，我们就死了嘛，人没了。不，我们弄错过比他大的，你不要慌。不是的，他妈，但是这个弄错，妈的野人也没了，好好的一个晚上，你妈搞得自己那么不开心干嘛？会有一个星期都不会不开心，很难受的一个星期。好的，你妈的，你看群有个那个憋不住了，你看群。你妈憋了十几分钟，不说，我们不说，不理他。我们群里面不要说话啊，我们有个群，大家不要说话，不理他，憋不住了，你妈的，憋不住了，不理他，不高兴的事情啊，妈的不高兴的事情就莫名其妙，你妈的就你妈付了你妈几千，
这付了一万，我靠，这是非常不高兴的事情。哇，决胜局他们准备那么久啊？估计休息一下吧。哎呀，我也休息一下，我喝口水。好了，来了啊！今天呢，我们这个斗鱼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啊。这两个人应该都求稳的，应该都不会选择这种很拼的战术。而且我发现最近这段时间的话，就 Q 尔 TVZ 的确在输，但是他其他两个对抗基本上胜率还是挺高的。但 TVZ 你们也要看输谁啊，输 Serio 输雷诺这种我觉得倒也没什么办法，那的确是两个大魔王，那你能怎么办呢？都是正常的开局啊，都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冰营修的位置都很奇葩，两个人的理解是一模一样。这样的一个修冰营的开局，就好比是你如果农民过来探路的话，你看到我这，你可能会看不到我的冰营，或者说你看到我这个冰营觉得有点不对，我可能外面会不会外面有一藏了一个冰营。Q2 是拼了一下啊， Q2 这个直接是双倍，然后 VF 这个很拼啊，万一对面如果吕布选择野兵营的话， Q2 可能就人没了，再拼一枪拼对了，拼出了一点那个小主动，双倍快一点。没有野兵营吗？没有野兵营，两个人都很稳，但是 Q2 这个装备真的很拼，这个装备就你开始挂装备的话，你的战术就多了，你可以用司马流，非常凶啊！这个司马流好像需要司马流的样子，两倍颤，这不就司马流吗？野 VS 两，这个有点凶啊！这招，哎，这个地方，而且吕布刚刚探过，对啊，想不到，但吕布也是司马流啊。吕布也是司马流，那不是 Q2 撞钢板？我爸说未必是 Q2 撞钢板，可能地图中间双方司马流会面之后，然后大家就撤退了。但吕布会正面会多个运输机啊， Q2 应该是也加了一个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换家。哎，对， Q2 是加解放者，估计是，对吧？ Q2 加解放者，解放者。哎，不要最后吕布出门，然后家里面中解放者。哎，我靠！对吧？吕布最后出门，家里面中解放者。家里面中解放者，吕布反应是有，最多不采矿了，不可能说农民都被杀光的呀，这个就过了。啊、很烦呀、啊！来了呀，司马流。对啊，吕布去司马流压别人，然后家里面中解放者，那不是遭得重、哎？这个你这个要上高台还是？他直接投进去的，他就是。就你投进去打不过，四个火车投进去，然后，啊 ？Q 有运输机的呀，干嘛有运输机的了不起呢？那我比你多那么拼操作了呀？哎，什么情况？遭中了呀，有运输机。哎，凶不凶吧？我问你，凶不凶？凶不凶？凶不凶？问你凶不凶？哎，好像有点不够啊，再来。不要，家里面中解放者了。解放者，有枪兵，有坦克。有枪兵，不，刚才跟运输机其实没什么关系嘛，这是你妈 Q 自己的问题，我靠，走歪了，我怎么感觉吕布亏了？哎呦，这两个枪兵亏了，亏了呀，已经亏了呀，吕布亏大了，这不，运输机加不起来、这个，亏大了，他出的是刀中了，
好了，就反手 Q 就直接往脸上怼了呀，就第二个渡鸦也在造了。你运输机过去有什么用呢？家里面随便留两个兵就好了。对，稍微对，死神已经不停了。双方在最后一盘选择了一个乱战，拼刺刀，已经没有什么对，已经没有什么战术层面这种可言了。吕布很烈啊，这个局面真的很烈，已经没了。吕布在我看来已经没 了，这你怎么打嘛？哎，坦克，坦克在被解被哎。没了、哎、坦克掉了、啊、我靠，这咋办？这正面机枪又打不过，干嘛？我可以跳下去的，有火车的，干嘛？你们两个人各种在拼抗压，拼多线、啊、拼抗压、哎、拼多线、哎、抗压出问题了，我靠， Q 好像抗压出问题了， Q 应该是出问题了，正面全送，现在吕布的面多，对啊，吕布怎么能抗压抗赢呢？未必未必未必，你劈一下嘛，你的死神别在那边不动了。吕布吕布优势了，这抗压你们 Q 二火车全送。好，打蓝车转那没问题。这是不是吕布优势了嘛？农民多五个，优势了优势了。家里面也守住了，这个吕布这个抗压要比 Q 二要强啊。关键现在这个火车还能烧。你又没制空，本来是马上出来不过，啊，解放者也没了，这怎么办？对啊，有关键你 VS 在外面。对啊，最重要 VS 在外面。吕布肯定知道在外面的呀，不可不然不可能那么快的这个解放者。这边直接推了。我管你在不在外面。两度压，两度压也得有坦克呀。把正面推的同时，解放者加加里面，这招的有点重，我跟你说。他在这先占点便宜。哎，等你出门，我包你啊！包了，包来了。有两个渡鸦，有两个渡鸦，有两个渡鸦。你放炮台吗？我就走啊。没那么好包，这两个渡鸦还是很厉害的。这你妈在外面开始铲围巾了，实在没办法。他没办法呀，现在。这坦克太凶了，要不然的话。这围巾可以直接去你妈去吕布二矿去搞事情，这样下来。哎呦，这反应有点快啊！解放者不叫蹭这个位置，他要的就蹭这个位置。我记得吕布有一个解放者的，有这一炮。哎呀，但是这个渡鸦视野开到了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打不进去，有两个渡鸦，这个吕布太难受了。哎，这样感觉又打回来了，打回来了，打回来了。制空还是 Q 二多一点 ，Q 二想冲，有兴奋剂。这哎，真的打回来了呀！两个人现在对换，对换，坦克每一炮都很痛，就是这两个渡鸦提供的这个科技压制，吕布三开，哎，不一定守得住这波反扑啊！三开你妹，你有什么资格三开？对呀、啊，这不一定开得出来呀、啊，这个三开，妈人要没了这波，他还有渡鸦的哦，有兴奋剂吗？这波好像没兴奋剂，我看错了，可能是，好像没兴奋剂。Q 二有我 Q 二好像没兴奋剂，看错了。但现在别人有渡鸦呀，有能量就可以上了。这个直接要上吗？上不了，上不了。那他飞下来啥意思啊？他有上了吗？上了，这么狠，这么拼，拖所有农民，点坦克。这么狠吗？这不。好了，又送回来了。挡住。不是他等渡鸦能量等一下不就打进去了吗？我这个时候我告诉你，就上头了，选手打到这个阶段已经不失去理智了，上头了，这两个人都上头了，特别 Q 二这个上头上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吕布现在虽然说刚死了一波农民，但多个基地这个优势还是有的呀。对，而且现在制空好像也站住了。吕布开始升兴奋剂啦，
这你妈 Q2 才刚开三矿，两个人其实都提打得挺走钢丝的，但吕布优势了，吕布优势，吕布还优势，吕布优势了，吕布的出兵要快很多。现在 Q2 现在唯一多一个就是多一个制空，但是制空马上就会被追回来。对，但现在 Q 对于 Q 来说要尽量的延缓吕布这个三矿开的这个时间。对，制空的话 Q 好像已经抢回来，他两个 VS。吕布真的优势了呀，这个时候。不也不会逼的，我觉得差不多，现在差不多。多个兴奋剂优势啊，他兴奋剂好，优势不就来了吗？对，你是多个兴奋剂，但是你不能乱来啊。就慢慢把三矿先架起来嘛，然后兴奋剂一好，他出兵，哎，他五个兵在出兵呢。那想，那么 Q2 才几个兵啊 ？Q2 就三个兵。而且吕布三 G 也开了。吕布马上就要进入爆发期了，只要这个爆发期一到，人口马上就回来了。不，这是吕布优势啊，这有什么不能讲的？吕布现在，哎，他唯一是少一手制空啊。解放者，他还有制空，他只要制空强行，还是强行对慢慢破。慢慢破你的这个坦克阵，在吕布的针盾一攻马上都好了。退一步，现在不急，他还可以退，当他退无可退的时候可能就要冲。这波冲最好是带他农民一起冲，对，要冲就直接要冲开，再架一波牌，感觉要冲了。其实被解放的架也很难受，再退一步，他四个坦克他绕出去了，他绕出去了，先把这个 VS 先拆了。对啊，我就正在外面架呀，往前架呀，慌什么？绕出去先把后援解了，是 对的。哎，这很难受，吕布很难受。现在再退，再锁一个围巾。好了，这边又被架一下。这边这哎，有两个农民包农民了，已经拖农民了。吕布应该去回来包的呀，这个。哎，其实包是最好的。这波拖农民包了呀。你不要急，肯定要包，肯定要包，他肯定要包的呀！这波拖农民直接包，来，直接上，拼了！农民去吃火力，包了，直接包掉了，死了三个农民，也不多呀，死的，不多不多。现在轮到 Q 二难受了，爆发期吕布比他强多了，这个时候。对。Q 二现在要展示他自己强大的这个防守的功力啊！对 ，Q 二少两个兵营暴兵，然后人口一下就落后了。Q 二好像也是五兵营吧，也是五兵营，刚刚补起来，吕布五兵暴了很久了。哎哎，再撒一把雷达！哎，他没雷达，他没雷达吗？这尴尬了。好了。基地可以飞了，飞到那边十二点的方向去踩了。你这个随便冲啊！直接上了，对，随便冲啊！但这个位置你放了，你主矿怎么办？他从这个地方架上去，你放不了啊！这个矿 ，Q 应该要输了呀！直接冲，还有五个坦克呢。对，而且红血坦克还在后面，死了，这输了。哇，坦克直接打得很精彩，这盘对两个人，我有 Q 二还做了最后反抗的，没关系，这面但少坦克了，这个坦少坦克了，对 Q 二这个反击还是很精彩啊，家里面空投了一波，把三矿拆了，但还是没办法，出兵点被拆了，就这个地方他不能放，一放就没了，对，出兵点就没了。Q 二还不想退啊，因为输了就被淘汰了。但是吕布的兵源源不断的杀了过来，出兵点没了，你的兵会越来越少。爆破，但是没用。我现在可以宣布了，吕布已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这吕布肯定赢的呀，对吧？就是最后的鱼丸结了呀，你怕什么？不是我结不结的问题，是我现在没抓出来。哦。吕布肯定赢的呀，这个局面。死呀！我靠，急死我了！切，哈，
死来死去都死不了。哼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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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死来死去都死不了。吉吉，恭喜吕布3-2啊！是杀进了下一轮，翻盘了，这真翻盘了。这盘翻的简直是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那这个斗鱼杯啊，我们是下一次的比赛就是四场啊，是四场是雷诺要对阵 Zest 的，然后巴本对 Zero， 却不对 Sola， Parting 对吕布，这也很精彩啊，这个比赛。说的没错，把点个毛了灯，你妈的现在败者组，他有什么资格点灯？我靠！斗鱼杯是6号，跟大家说一下是6号。嗯，8月6号，也就是周四晚上的7点钟会有斗鱼杯。感谢求老仙来我科目挂科的一个飞机啊！感谢兄弟啊！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。